咱拄只介绍到即个数学课本吼、必选的初学。啊，即卖呢，咱拄只介绍即个拢是超一百当前的代志啊啦。哦，啊，当然有人讲，啊，恁一百当前有，啊，恁即卖感觉有咧继续？啊，当然嘛是有，咱即嘛是够有继续啊吼。咱即来介绍一寡目前还够有诶即个代志的杂志吼。比如讲，像即个战后会使讲算是国内上早出版的台语文的刊物《台文通信》，即嘛够有伫发行咧。啊，即头1991创刊咧，啊，到今拄好二十冬啊，嘛还够有存，还够存在咧。过来像讲《台文网报》啊，啊种《海岸台语文学杂志》啊，啊种《台文战线》啊，啊是讲《首都时报》，像即个文学杂志。主张用台语、用客语、用咱家己母语来书写杂志，嘛拢还阁有伫个啊，啊包括像即个客语的吼，客套语，还是讲闽学，迄个闽学的即个客家啊，闽学客家的即个杂志呢，嘛拢还有啊，啊即个杂志呢，各位一份杂志要当活的落去，就爱有请一个人投稿，较我都继续呢。爱当饲遮侪杂志，表示啥？有一定的人口是坚持要用咱家己的母语来创作、来书写的咧。所以单方面伊身为台湾文学所的所长，竟然含这也唔知，是真正唔知，还是调工唔知，要甲咱抹黑，要甲咱扭曲？这应该有机会，大家拢爱甲问看卖咧，吼。为什么咱会像咱拄则讲的这历史，为什么咱拢唔知呀？因为咱都拢无母语的教育啊！在座我相信大多数的人，细汉拢唔捌用台语也好，客语也好来受教育过。台湾自中国国民党来到台湾，一直到到2001年才开始有所有的台湾本土语言的教育。敢若一礼拜一节啦，敢若国校有尔啦。若国中、高中以上就无啊啦。敢国考一礼拜一节，一节是几点钟？40分钟尔啦，无甲一点钟咧。所以咱正来看吼，咱等下就要来看咱到底咱即卖教育对着这母语的教育观是安怎来剥削吼？伫要讲这进程咧，咱先引用一个越南的历史学家叫陈仲金即个人咧是真有名，即、这个越南的历史学家吼，伊。算是第一个用越南的史观，还佮用越南的罗马字来书写越南历史的人，第一个吼，伊的分量就亲像讲苏明啦，啊像王玉德啦吼，因算是较早即个来伫写着台湾历史吼，譬如讲苏明的台湾人四百年史，啊像王玉德的即个课本的台湾，类似安尼一个地位的人吼，即个陈仲金呢，伊。有出一本越南历史的册，叫做《越南史录》越南史录的这个册吼。这本册内底，伊伫大话头伫这个事件内底呢，伊就有讲啊吼。伊讲咧，伫过去迄段中国统治越南迄段历史呢，唔管大人囡仔啦，啥物人去读册呢，拢干学中国历史啦，拢无咧学本国的历史。即写诗、写赋、写文章呢？嘛，拢爱用中国个做经典啦，对着本国个代志，拢无咧提起啦。咱国个人呢，甲本国历史呢，当作呾狗血安尼无重要啦。认为呐，知影家己历史也无路用啦。为虾米安尼？因为自古以来，咱拢无家己个国文啦，拢爱借人个文字啦，借人个文字来学尔。当代志拢受到他人个影响啊。讲就这段。这个状况呢，就亲像啥，甲咱现处时的台湾的状况嘛，足同款的咧。你啊看，各位，恁去一回想以前，恁去读册的时阵，有讲到偌济台湾史，还有讲到偌济台湾文学，非常少的少啦。拢学中国语文啦，中国历史啦，中国地理尔啦。到较近，虽然小看有改善，但是呢，迄改变嘛真少呢。嘛是还是非常少呢，所以越南因迄个以前经历过即个代志，甲咱即摆拄好拢同款，一模一样的历史啊。但是咱即摆越南是安怎？
咱有家己的国家，啊，甚至伫近代，哦，伊会当摆脱着法国的即个统治，啊，啊，佮当拍赢着即欧美美国，啊，也是讲英国因遮的即个军队，会当成做一个独立的国家，哦，就是啥，人有坚持啊，坚持因的理想啊，哦。好，啊，咱即摆来讲，啊，咱台湾的，台湾的即个母语教育权是安怎方来剥削哦？啊，我甲统计这张表出来哦。这是为小学到个大学，每礼拜、逐礼拜呢，你啊学着华语、啊学着英语，啊是台语、台湾母语呢，到底有几节哦？你啊看，华语啦吼、哦，国小叫做国语啦，啊国中了就叫国文啦吼、哦，平均国小的时一礼拜才五节至六节啦。啊，国中呢，一礼拜嘛有四节到五节啦，哦，看款学校啦吼、哦。啊，高中嘛是差不多四节到七节啦。啊，到个大学呢嘛，大一国文啦，差不多逐间校拢是必修啦。平均大学呢，一礼拜，差不多爱修四个学分至六个学分啦。你尽管成大必修四个学分啦。啊、哦，就不管你啥物系哦，你读理工的读文科还是读医学，拢爱修哦，必修课哦，四个学分至六个学分啦。那个家家的华语呢，一礼拜差不多几节？十七至二十四节啦。啊，这个无包含着非语文课哦，就是讲其他的，像讲物理、化学、数学其他的课吼、哦，基本上拢上北京话咧上的咧。啊、哦，咱即摆算这是干，纯粹语文课来讲，华语就十七至二十四啊。英语呢，嘛差不多十二至十六节啦。啊、哦，你看英语嘛也未少哦。结果咱本土台湾语文几节？一节啦。孤单一只哦，足可怜的。佮敢若集中伫小学一年甲六年尔嘞，啊，剩的过着拢无啊，啊，一礼拜一节尔啦。啊，即着哪袂输啥嘞？哪袂输讲吼，即华语的人是，逐天吼照三顿食甲粗饱，拢食白费，互你食甲饱啦，甚至佮有宵夜，佮有点心通去食。啊，咱本土语文是安怎？一礼拜食一顿啦。各位啊，你若一礼拜食一顿，你枵死的袂？温腰死的啊！伊即马就是安尼啊，安尼敢有道理？本土的语文一礼拜啊，才一节尔嘞。啊，华语平均准二啊，准二十节好啊，二十比一呢，伊是安尼二十倍呢。啊，即单方面因遮人，佫好意思讲咱是台语的霸权，讲咱是用霸权要去欺负，要模仿，要就讲以前国民党呢，吼、哦。在欺负这本土语文，啊，咱即摆敢若袂输，佮换要欺负伊华语，这是要哪欺负啦？二十比一呢？敢若袂输，一个三岁囡仔讲要甲一个三十岁当初用的人讲要甲家暴，对个、欸？你讲话敢对？三岁囡仔要甲三十岁人讲甲家暴，敢对？哦，安尼歪传私信呢？哦，啊，这是咱即摆，你看咱无去教关系，安尼互剥削，哦，啊，过来。啊、哦！啊你好啦，有人讲吼、哦，啊，这十年来呢，国大学成立真侪台湾文学，也是讲台湾语文系所吼、哦，啊，应该袂歹啊，看敢若袂歹，你看政大嘛有台湾文学所啊，但是呢，这台湾文学所有效啊无效？甲你讲啦，多数九成以上吼、哦，拢挂羊头卖狗肉啦，拢假牌的啦。拢表面上讲台湾文学吼，啊其实拢中国文学较济啦。咱怎来看？我举一个例就好啊，然后，即台湾文学呢，咱成大台湾的算是较好啊啦，因为有我伫遐吼，会当坚持争取一寡台湾语言的课。但是呢，咱伫下部会拢算少数呢，甲国会同款呢。哦，中国国民党只外来政权拢是多数啊，啊你要甲伊比投票比袂赢啊，哦，啊。咱来看成大就好啊，你来看，阮台文系甲外文系来比较啦吼，你看，平这两系拢是128毕业学分啊，你毕业进前啊128学分啦吼，啊内底呢有分啦吼，专业必修，啊你来看，专业必修内底呢，啊，内底譬如讲国文必修吼，台文系爱个四个学分，英文系嘛四个学分啦吼。啊，那英文必修呢？大文系爱个必修四个学分哦，啊，啊外文系是偌济？拢总是二啊，是加六，拢总三十个。外文系因为伊本来就用英语为主啊，所以伊爱三十个必修哦，爱加强英语，这是合理的嘛？结果咱来看大文系，母语
必修几学分？本土语文必修几学分？三个学分尔啦。比英文、比所有的国文，就是北京的搁较少啦。你若照人像人外文系，伊为着要加强英文，所以伊128学分内底有30个学分是咧加强英文的。那照安尼来看，台湾系是不是嘛有30个学分来加强台湾的本土语文？结果无啦，干那三个学分啦。迄三下比国文比英文搁较少呢，安尼敢有道理？我争取讲爱增加，硬是唔好我增加，就是唔爱我增加。讲我若增加，迄就是台语刷文主义啊，夭寿哦！咱要增加是讲，伫台湾的语文帮台语、客语还是完全拢会使，你就爱总数爱增加，伊唔好你增加啦。结果这华语国文搁必修四个学分，拢无要紧啦，甚至。其他的课哦，台湾的其他的老师开的课，拢北京话在上课啊，干那我一个用台语在上尔，讲我安尼刷文主义啦。华语独裁，华语迄个独霸哦，独霸华语霸权，伊拢唔去讲啦，讲咱台语霸权啦。这看有害啊，无害。过来，咱过来看吼，咱来看单方面正大台湾文学所啦。单方面一直伫遐甲我讲，我这台语霸权。我伫台语伫欺负，华语伫欺负，客语欺负原住民，真奇怪。伊讲吼，伊是作多元，讲台湾文化是一个多元的，所以呢，爱反映着多元。好啊，无咱若真正要多元，咱来比较看卖，看正台台文所有多元啊，无多元。咱即摆来看，我做这个表出来吼，这个表包含着清华嘛，同款的吼。咱即摆看正台台文所，伊有开啥物课，甲台湾语文有关系无？无啦。无半节，毋是恁去上伊个网站嘛查，无半节甲台语，也是客语，也是原住民语有关系课，拢无啦。过来，伊入学考考啥恁知？考国文、英文，第五科是啥？中国文学史啦。正暗嘛咧，台湾文学所讲着去考中国文学史啦。敢若袂输讲哦，你啊英文系英文所咧，你要考英文所啊，你爱去考中国文学史，奇怪咧。台湾文学甲中国文学是叫啥物牵界？若讲吼，要考中国文学，若日本文学书嘛爱考呢？咱嘛捌互日本统治过啊，咱是毋是爱去嘛爱考日本文学书？荷兰文学书嘛爱考呢？较早咱嘛有荷兰人统治三八档呢，是毋是爱荷兰文学书？奇怪呢？因遮人中国个甲教了拢无要紧啦，咱若要要求一寡本土个，讲咱只霸权啦，我白来呢？过来你也看哦。毕业的语文的要求，就是讲你即卖足侪下拢要求你毕业之前，你语言要有一定的能力，爱要求啥？英文啦，你讲要求英文好，无要紧，就要国际化。过来，伊讲要求第二个外语啦，英文之外，你还佫有一个，譬如讲日文啦、德文啦、西班牙文啦，台湾语文是对，拢无要求啦。即个咱袂输讲个，讲吼。我喺读英文，后间你也讲恁有祖囝吼，也是讲孙啊吼，讲我阿公阿公阿妈阿妈，我读英文毕业，按个英文我袂晓讲哦。真阿妈，这是读什么英文系？英文系毕业讲英文系，讲英文袂晓讲啊。你读英文系哦？伊讲我阿阮读莎士比亚拢读中文版的尔，我读美国文学拢读中文版的，安尼咁对？这是足基本的常识呢，这三岁囡仔来想嘛，知影唔对？结果单方面甲你讲安尼无要紧啊。讲安尼是，因安尼较多元啦，所以因的多元是啥？中国个拢无要紧，拢多元啦。若讲到台湾，迄拢袂使，拢霸权啦。臭人安尼呢？足咸个，足离谱个呢。你来看伊规个设计，也无台湾语文个课，入学课，也是讲毕业个要求，拢无台湾语文啦。讲安尼伊叫做多元啦，完全拢讲华语尔，讲多元啦。等到人阮生代至少伫我争取之下，阮入学课有台语、有华语、有客语，会当互选课呢？伊只完全拢无啦。看有含啊，无含啊。安尼讲伊只叫德元，咱只都拢霸权啦，莫名其妙咧哦。过来，咱即卖呢，即语言的教育权从剥削为教育体制。北斜掉去，看起来只照讲当初时，变啊，即种的时阵，予遐侪学校设立台湾文学，也是讲台湾语文的系数，目的之一就是要加强
台湾语文即个师资的培训，啊，用即个研究的人才训练啊。结果呢，谁知影请几提油单啦？囝都生生拢无要顾啦，生遐侪台湾文学系数，结果呢，拢许讲较歹听，拢许中文的好康着啦。唔是各位你甲查啦，即卖全台湾台文系数一半以上拢中文系来霸占的啦，拢乞只官庙讲就是安尼啦。啊，即中文的就是中文的无才调去边，啊，刷单走来台文系只霸占只物件，哎、啊、呀，抢解税权嘛。伊即下来解说台湾人吼，拢为五四运动开始的啦，拢安尼甲你歪错即个历史啦，啊、哦，啊咱拄则讲的遐咧，伊拢无要甲信道啦，拢调工当作无看的啦，啊看有下嘛无，啊、哦，啊过来，咱即卖资源分配嘛无公平啦，咱进前才十当前成立即个原住民族的委员会，啊佫成立即个客家委员，即拢真好，咱嘛爱甲真支持。啊、哦，因为长期以来，原住民也好，客家也好，伊语言文化，拢互国民党伫打压，吼，或者外来政权伫打压，吼、哦，所以咱即摆爱甲支持，即应该。但是相对的呢，啊，咱台语咧，台语敢即摆敢强势？今仔若台语若强势吼，哎、哦，媒体应该70%以上拢讲台语的咧，结果有70%以上无啊，足少的啦，剩三立啦、民视啦。八点钟啦，还是讲一寡较冷门的时段啦，合合的无几点钟的节目啦。啊，过来教育内底啦，教咱拄阵嘛看，大多数拢华语的呢，台语才占偌济，嘛非常少呢。咱即卖虽然是多数者，毋过咱是弱势呢，是多数的弱势者呢。啊，煞即卖台语煞拢无啦。各位，即、這个原住民族委员会一当偌济预算，各位知无？我甲统计旧年的，我甲查。去年呢，伊个预算是72.5亿啦，吼、哦，七十通亿啦，吼、哦。啊，客家呢，客家嘛有27亿左右啦，吼、哦。啊，卖讲甲这两个族群，敢若外配所有的外籍新娘，即新移民啊，比如讲为越南啦、为菲律宾啦、泰国啦，嫁来咱台湾，伊有一个叫做外配基金、外籍配偶的基金会啦，伊就是要互你一寡资源，比如讲要嫁。中文啊，教伊一寡生活诶一寡技能等等啦，文化诶课啦吼，一当偌济恁知无？3亿啦，外配资金拢总有30亿，分十当，一当分配3亿啦。咱比外籍新娘较不如，恁知毋知？咱一当偌济？2000万。伫底国语会内底，教育部国语会内底吼，国语吹完后，伊分四组，上大组是华语啦。啊，过来有台语、有客语、有原住民，啊、哦，啊，这四组呢资源一半以上拢华语摕去啦，啊，剩呢则分三等份啊，则分三地，啊、哦，台语的一地、客语的一地、啊，原住民一地，啊、哦，咱一当头2000万左右的预算啦，啊，人外一配哦3亿啦，客家语啊7亿，原住民72亿啦，哈、哦，所以会造成什么现象？你知道？你也看人原住民甲客家足早人就做。做这个语言的认证，譬如讲原住民吼，你若是有原住民系统哦，你考试，譬如讲你即摆要考大学，加25%，差足济啊！哦，迄即摆拢一两分就差一个学校安尼，伊加25%，等于你加几啊足济分的。啊，当然原住民弱势，咱甲支持嘛无要紧啦吼。啊，你若通过原住民的认证，原住民族语的认证，佮加10%，变35%，啊，当然咱嘛甲支持啦吼。拢总伊得当35%，哎、啊、呀，即个语言认证人足久就开始做啊，超逐当拢有咧办吼、哦。啊，人客语嘛是，过若当前人着做客语的认证啊，甚至呢，人即摆因为有算有钱济嘛，所以呢，你若是学生囡仔去参加客语认证吼、哦，通过敢若中高级的上关级迄、其中哦上关的迄呢，有奖金偌济恁知无？10,000块，哈、哦。有一万啊，有5,000的，有几啊种的级数了，对啊。所以你去考吼，足俗的啦。啊，佮只要报名吼，你学生伊啊报名拢免钱，啊，佮有送教材互你。啊，考了好，佮有10,000块的奖金。啊，咱台语认证嘞，本来2009年要办啦吼，啊，迄当时呢，就中国国民党的迄个红啊袖条吼，红袖条嘞，伊就提案甲你三度预算啦。所以2009年迄届台语认证就迄种台调的无啊。啊，尾啊，
到甲旧年才第一届办啦，啊，即、這个教育部才第一届办，所以你也看，啊，咱办呢，因为你也无奖金啦，甚至也无啥广告啦。我先问在座各位，你捌听过讲台语有人情的人举手者？台语人情有听过无？在座无人知啦，哈、啊，啊，敢普及尔嘛吼，敢普及尔啦，一两个知影尔啦，大多数拢唔知啦。啊，人客气人情是有广告呢，佮不时出现呢，这就是啥经费的差别嘛。所以咱支持客家嘛，支持原住民啊，但是啊，咱台语也敢唔免有，咱讲咱唔免坐啦，咱客家的预算一半就好啊。啊是讲哦，无啦，咱伊个南山的迄七亿就好啊，哦，客家伊也七，啊咱分七亿就好啊，啊这七亿咱得啷做偌济代志啊咧，啊、哦，结果真个唔是啊，咱拄则讲遐办遐代志的项目，全部拢是民间家己开家己的钱咧办的啦，政府有滴家己支持也无啊，唔啦无支持，搁来去外开啦，啊、哦，啊就是安尼啊，所以这外来政权伊本质就是啥？要甲你人教相加嘛，要徛关山看要相谈嘛，安尼伊都还当得到好处啊，就人互你台湾人吼，互恁只家己台湾人甲乱起来啊，啊伊就是安尼用这部位啊，哦，啊伊就想讲，反正这原住民吼，可能救也袂活咧，我就支援互你较济，当做买票啊，哦，啊你这讲台语的遮吼，拢背骨咧，拢反抗我国民党诶吼，所以我一生五年都无爱互你，吼、哦，惊互你吼，你拢活起来咧，因就是这种心态啊。哦，所以真可恶咧，哦，所以即个资源分配无公平，所以即嘛是讲，咱要摆啲呼吁吼，就讲，譬如讲，咱即卖有客家电视台、原住民族嘅电视台，啊，咱台语无电视台啊，媒体拢是北京话啦，啊，咱啊至少有一个台语电视台，迄当发挥偌济影响力，敢咱栽培偌济少年人，譬如讲台语系学生，伊若毕业，唔只有机会。我来做编剧，还是要演戏、写剧本，伊才有头路嘛。啊，无伊想讲，啊，我读台语系出来要怎啊？无效啊，也无啥物头路，甲我台语有关系啊，无我就创造迄个就业机会啊。所以咱要有台语的电视台，啊、哦，嘛要有台语的委员会啦，啊、哦，这应该拢爱有啦。除非讲到到有一天，讲台语的你已经变多数啊，啊，咱的媒体。啊，教育70%以上拢用台语，好，这个时阵咱委员会会当撤除，无需要啊。但是伫现阶段，这个时阵咱应该有话人讲吼，啊，这语言应该会公平竞争啊，咱太使用这人为的安尼个来干涉。我讲公平竞争爱看款时阵呐，这就敢若秘书讲吼，啊，你即摆有人这个学土匪呢，或这个匪徒呢，或这土匪呢？哦，用刀用枪抬一个，就当上落拍伫涂骹。这个时阵，你讲好来公平竞争哦，啊来相应哦，应看上赢，要哪应赢？我连就上拍伫涂骹是要哪甲你相拍？你若讲无得，大家拢单一哦，单一甲伤甲治好了吼、哦，大家拢病大苦，就亲像人哩剥这个要剥这个拍算过，哎，唔是迄、那个叫？木性骨啦，嘿啊，木性骨啦，嘿啊，啊，你要木人毛分呢？你是羽量级的、重量级的，然后咱条件同款才来自由竞争嘛，应该是安尼啊，唔是讲咱即卖本土计那种木伫涂骹，趴倒伫涂骹，你讲啊自由竞争，嗯，熬这个代志，这是无公平的竞争嘛。所以你要公平竞争进前，你爱先学即个本土的语言，台语、客语、原住民，爱先恢复来，了你才自由竞争嘛，无是要哪叫自由竞争，啊、哦？啊，这是讲到这个资源的部分吼、哦，所以咱即卖咧主张台湾语文的这个权利，这唔是讲咱土生家己底下黑白话爽的呢，这是联合国世界组织拢安尼咧教咱资源，拢安尼咧呼吁的呢。咱干那几两个例啦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吼、哦，伊伫2001年。又公布一个世界语言权的宣言，伊就是看到讲哦，咱即摆足侪语言文化拢消失去啊，就亲像即北极熊同款啊，北极熊即个数量愈来愈少啊咧，啊、哦，甚至咱台湾乌熊的数量嘛愈来愈少啊咧，即珍贵的即动物也好，食物也好，即愈来愈少，即
这真危险呢。有的人讲，哎，北极熊死透要紧，哎，熊死透要紧。哦，迄、那个动物食物呐减少，迄、那个物种的多样化啦减少的时阵，对咱人有啥物影响？举一个上基本的啦，比如讲，前一阵媒体嘛咧报，比如讲美国吼，伊发现讲这个蜜蜂呢数量愈来愈少。啊、哦，这蜂啊，吼、哦，这蜜蜂嘞数量愈来愈少。啊，这蜜蜂那拢死掉会安怎？咱农作物，然后通过三分之以上的农作物，那透过这蜂嘞来个传播伊个花粉嘞。你若无遐花粉来传播，你安怎？还袂凋花啦，然后你果子都袂结，伊个啊，山也袂生啦，苹果也袂生啦，足济物件拢袂生嘞。你若农作物减少一半就好啦。一半的人爱死啦，啊！恁要死也唔死，哦！所以这动物食物若减少，后一个受害的是咱人咧，哦！而且咱即卖各位，我相信在座真侪人拢会定食这个健康食品啦，譬如讲食什么深海鱼油啦，哦，还是什么海霸油啦、海膏油啦、什么货啦，吼、哦，真侪健康食品拢为动物食物遐提炼来咧。凡是有一天，咱发现讲哦，这北极熊。还讲台湾乌熊吼，伊个啥物肝啦、心啦，啥会当提炼出啥物治疗即个艾滋病的即个药啊呢？会有可能诶，凡是你倒一间要发现你毋知，但是等只台湾乌熊、北极熊死了时，你发现着已经袂赴啊，已经无救啊。所以维持着即个物种的多样化，对咱人其实是有直接的关系，毋是无咧，只是讲咱看较袂出来尔。其实是有影响，啊，文化嘛是同款呢，文化的多样性甲物种的多样性嘛是同款重要呢。所以联合国伊就讲世界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性，伊咧呼吁世界各国，咱世界各国的这政府应该安怎？恁国内闹一寡语言文化的族群较弱势，你爱甲保护，爱甲发展，好有生存的空间呢？人是爱安尼呢？爱让伊生存落去，爱让伊受教育的权利，用伊家己母语来受教育的权利呢？这人联合国是安尼呼吁呢？过来，搁较早1996年，有数百个即个非政府的 NGO 的组织呢，以及即个世界国际笔会呢，因伫即个西班牙的巴塞隆纳伫遐集会开会，尾也有发布即个世界语言权的宣言，伊搁愈详细，伊个嘛是咧讲吼，每一个语言。不管伊人口多还是少，拢有权利来使用、来受教育、来发展伊个文化，所以拢是世界潮流呢。啊，你国民党、中国国民党不是伫遐讲啊，你武则本土化吼，即窄化台湾文化，到底上窄化有台湾文化？即世界潮流呢？即不只是本土化嘛，是国际化呢。哦，啊，所以因遮拢乌白歪错事实，就是安尼，包括单方面。嘛足可恶个呢，食台湾米，结果呢，讲讲迄种中国话，这是世界各国一直伫甲咱做咱的即个算是咱的后盾呢吼，伫甲咱做背靠一直呼吁，遮咱这是咱本来就应该有个权利。啊，各位，咱嘛毋通看轻咱家己个母语呢，咱即摆全世界有超6000种个语言，6000外种吼。啊，即个语言拢强要翘去啊，有人估计啦，差了过50栋后，差了剩一半个语言尔啦，你也看，咱台湾本来平埔族个有10几种个语言呢，尾啊，你看平埔族个即摆剩几种啊？剩无半种啊啦，上计敢若讲西拉雅，即摆佫有人开始咧要恢复即西拉雅语言个运动，会使讲平埔族语言拢死了咧，各位。咱台湾的这个台语啊，有的人想讲啊，这是毋是足少人用啊？其实有真侪人在用咧。虽然伊毋是排名第一侪的人口，毋过我甲查资料吼，台语使用的人口伫6000几种的语言内底排名第几？根据这个世界真有名 SIL（Ethnologue） 这本册的调查，差不多占全世界第23名啦。虽然咱毋是第一名，但是咱第23名咧。6000几种语言的使用人，就业使用人口来讲，咱台语的使用人口差不多第23名呢。安有济啊？无无济，嘛算足济啊呢。啊，咱的客语偌济？34名呢。有济啊？无济，嘛算足济啊呢。
哦，所以咱唔通看轻家己呢。像单方面讲啦，我哎啊，可是义工中讲的吼，义工中讲哦，讲哦，不要做小自己，意思讲哦，啊来用台语写吼，会甲家己变甲足细啦。各位啊，咱台语的人口比芬兰呐、啊，比迄个瑞典呐、啊，比挪威啊，搁较侪人嘞，比马来语的人口嘛较侪呢。啊、哦，排名第二啊，啥敢足少的？啊！伊个意思毋着讲，啊那安尼，敢若中文会用，一寸个拢莫用。啊，那去读成种拢死死个。但是人即摆国际潮流是啥？咱来开始读成种语言，甲顾落来呢？这是国际潮流呢。哦。啊，过来，哦，咱即摆来讲即个汉字文化圈的一个大趋势啦，吼、哦。因为时间也真长，我即摆快速小讲一下吼、哦。咱即摆几两个国家的地啦，吼、哦，就是因。甲家己个母语顾转来一地吼，第一个是韩国吼，啊，即韩国字我想常常拢有看伫电视啦吼，常常看吼。啊，即呢，即是差十当前呢，李登辉先生呢，啊，伊从讲着两国论的时阵呢，啊，韩国个媒体嘛有甲报出来吼，因即马差拢用韩文呐，足少汉字啊，敢若即专有名词靠汉字尔吼。啊，即、這个。韩国的这个韩文是安怎来的呢？啊，这嘛是有典故，咱简单了解一下吼。过去韩国嘛是用文言文啦，啊，啊，伫用文言文用正清当的了呢。伊伫十五世纪的时阵呢，有一个李世宗吼，就咱即摆看的这个李世宗呢，伊就感觉讲吼，啊，用这文言文呢来书写韩国话，感觉足不伦不类啦，吼、啊。当然这是我讲的啦，吼、啊，就讲伊会感觉讲足袂适派咧。无法度描写着韩国人的感情，所以伊就调集一挂学者，叫因去研究一套文字，讲你创作一套文字，啊，这套文字呢，会当描写咱韩国话，会当写了真适合安尼哦。啊，所以呢，尾啊，伊就发明一套叫做韩文，吼、哦，谚文，吼、哦，韩文。啊，这套呢，尾啊，伊伫1946年的时候又公布出来，啊，伊公布这个命令叫做《训民正音》哦，所以咱即摆看的就是当初是李世宗公布这套文字的这个文啊。哎，即嘛是来讲，国之语音异乎中国，以文字不相流通，故移民有所欲言，以将不得新机情者多也。哦，伊就解释为什么要设计这套文字啊？都，咱都语言无同嘛，啊，你用这文言文都无法度表现着咱的这个韩国话的哦。哎，迄当时公布是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文言文哦，倒手边，正手边这個，另外一个是。韩文甲汉文夹的诶混合的情形吼，啊虽然伊有公布这套韩文要使用，不过呢，唔是遮简单的，讲要杀就随吹杀出来呢，嘛是拄着保守派，拄着遐反动的诶即个阻碍。伫伊还未正式公布之前，就一挂人一挂既得利益者吼，像讲崔万里呢，伊伫1942年伊就上诉。来反对推行韩文，为什么呢？伊就讲啊，伊迄当时用文言文写，伊写讲哦，伊作侪点理由，第一点就讲五条自祖宗以来呢，自成时代一尊化者，啊、哦，一个中国啦，伊讲哦，啊，咱来对中国行，你太在家己用这种不伦不类的文字，啊、哦，所以迄种想法拢干啦，我甲黄春明、甲陈鸿明拢同款啦，哦，你太在用这家己的文字，啊，咱就对中国啊，你看。咱自古早就拢对中国行啊，你唔得爱对中国行就好，咱用中文就好啊，用文言文就好啊，来太在创造这个文字，迄种诶想法观念拢一模一样，反动者就是安尼，哦，啊当然，迄当时诶李世宗吼，也是真坚持要推行啦，不过呢，伊过身，伊推行几十冬了吼，过身去了呢，这韩文都用禁止啊，为什么用禁止？因为伊迄当时过身了呢。啊，因内底喏，宫廷来斗啦，伫斗争啦，两派伫争夺即个权力的，对，还权力啦吼。啊，两边伫斗争时，着拢会写乌函的，啊，即乌函作者拢用迄个韩文写，为啥物用韩文写？因韩文较简单，一般老百姓足紧会当学起，啊，着会向看，会向读，会向写。所以其中一派燕山君因迄派呢，尾啊得着政权了吼，伊着想想讲，哦，即韩文太厉害，即。遐简单就学会晓咧，安尼吼民众会先简单会晓读会晓写，会晓吸收知识，
哦，安尼对伊来讲是不利的，因伊徛伫统治者角度讲，啊你青面牛较要紧，你得当甲搅碎就好啊，哦，啊你老百姓都青面牛我紧啊，所以伊种心态，所以伊种下令禁止讲言文拢袂使用，所以言文买啊呐，干那和尚啦，干那查某人啦，哦，查某人偷偷啊伫使用安尼，所以拢吼长期以来拢吼当作是遗留的，当作是无水准的，啊一直到当时较改变。1945年以后，才有较大的改变。在日本统治台湾的时阵，伊嘛尝试统治韩国，哈、哦，迄当时朝鲜啦，哈、哦。啊，统治的时阵呢，当然迄当时因韩国人因着要想要推翻这个日本的殖民统治嘛，哈、哦。啊，要推翻，你着爱进行甲民众教育啊，啊，要哪甲民众教育，上好就是用言文嘛，言文较简单呐、啊。啊，你若要用文言文继续学的咧，啊、哦，啊，你要用日文嘛，民族意识。感觉无合嘛，伊感觉咧日文甲韩文都无共咧，所以因就讲我讲爱用韩文上好，所以尾因家己人开始推杀，啊，啊到到1945年日本投降了，韩国独立的时阵呢，伊就宣布使用韩文啊，所以咱台湾人嘛有这种的勇气啊，人韩国人做会到，为啥咱台湾人做袂到？哦，人韩国人嘛无讲啊，日本统治韩国都30几冬啊嘛，啊都。日本嘛，用咱惯习，咱就甲继续用日本就好啊。人嘛无安尼想法啦，哦，人嘛讲人要恢复家己的母语啊，哦。过来，咱来看越南的地哈、哦。啊，这是这个胡志明《月中日记》哈、哦，伊和迄当时的蒋介石哈，就是中国国民党咧抓去关，啊、哦，因怀疑这个、国民党怀疑胡志明的是中国共产党的要白啊，啊、哦，啊，其实胡志明迄当时去中国是为着。就是要希望中国会当帮助越南来独立就对了吼。啊，伊当时用关的时阵呢，关一冬瓜吼，伊写这个《月中日记》啊，啊，伊这是用汉文写，但是伊是用越南话读的哟、哦，所以你袂当用你，就讲胡志明伊用汉文，但是伊是袂用北京话啊，啊，伊迄是用汉文来写吼、啊。啊，这个啊，因为咱时间的关系，这部分我看咱先跳过吼。啊伊这个越南呢，因到个，因以前呢是用这个汉字来书写啦吼，啊，当然他十世纪的时阵呢，伊冇出现这种越南字，啊，这个越南字就类似咱拄只看迄种台湾的歌词字啦，啊，当然你若唔捌，你若别样越南话，这一定是看无的，但是外形看足像汉字，啊，其实是。字难字哈，但是这尾啊，因越南嘛无要采用，因尾啊呢是规个采用这个罗马字哈。啊，这是因以前越南啊、哦、所发行的这个报纸哈，叫越南魂哈、哦。啊，咱举一个例啦哈，就用这越南的这个真有名的作家叫范景哈，范琼啊，范景咧，范冠。伊呢是即个南方杂志的主编吼，伊本身法文嘛足够的，越南话当然一定会吼，汉文嘛足够的吼。啊，因迄当时主编即个南方杂志有汉文版嘛，越南文啊嘛有即个法文三种语言的版本吼。啊，伊呢虽然伊法文足够，但是呢伊的观念是安怎？伊讲吼，总是呢国文诶国学啊未使脱离国文呐，啊若无国学就无法度成，若无国文就无法度成立国学。咱越南国过去无应该用汉字来建立国学，未来嘛无应该用法文来建立国学。咱越南国要建立国学，都要用越南语文才对啦。你啊看，人迄当时，人嘛是安尼认为啊。啊、哦，虽然讲伫法国统治越南迄段时间，国不是将真侪知识分子、真侪受教育人，伊就爱接受法文啦。但是伊嘛感觉讲。这是过渡期的一个功夫尔，未来咱嘛使恢复用咱家己的母语文来创作较对嘞。啊、哦，咱越南人是安尼，啊，咱台湾人嘞，单方面黄春明伊有这种价值也无。啊、哦，伊若家己做袂到，无伊就较谦虚嘞，爱尊重人遐坚持用母语来创作的人。结果伊毋是啊，搁伫遐共口说，伫遐共骗笑。所以咱迄当时我甲抗议，讲伊可耻，就是安尼啦。啊、哦。啊，因为咱时间真有限吼，啊，后壁我想我就先讲到这，后间有机会再过来甲大家开讲吼，啊，感谢大家，啊，讲无完的部分哦，
这足侪我的册拢有哈，你通上我的网站，啊，我的网站你着 Google 拍张伟文三字，我的网站就出来啊。你上我的网站拢有通 download 我遮个相关的一寡资料哈。啊，无咱今仔日先讲到遮，啊，好，感谢大家。啊，有一项代志我要甲各位报告吼，啊，报告这项代志的以前吼，啊，我要甲各位讲一个小故事，一时啊尔吼。我有一个朋友的家庭移民去加拿大。伊伫加拿大住十外冬，一摆转来了，伊甲我讲，讲你知影加拿大吼，你若去加拿大，啊住伫某一个城市、某一个区吼，啊伫即个区，譬如讲，若有十个以上的家庭的囡仔，台湾去的，十个以上的台湾囡仔住伫遐吼，你会使甲加拿大政府申请，讲我虽然移民来伫加拿大，我的囡仔伫遮学英文，还是讲我的囡仔伫遮学法文，但是我无五万，我的囡仔母语袂记哩。你著凭这十个囡仔，你会使写批甲加拿大政府讲，讲我这囡仔来伫加拿大，我五万要学伊个母语。加拿大政府著爱拨经费、编教材，为着这十个囡仔教台湾话。我听着我强要哭出来啦！我伫我的故乡，我伫我的迄个土地顶悬，我讲我的母语，用挂告牌啊，用罚钱，搁说叫你去掠你去掠你，安尼甲你分化。所以语言对咱非常重要吼，台语已经从压缩甲强强要参日常生活的话都无法度讲啊。所以我今仔日我非常激动，也非常感动吼。啊，蒋教授伊即摆站出来，啊，我拄只我有咧甲讲，我拄啊好是台南州，爱拄拄啊是成功大学，啊，所以我有咧甲做迄个咱的总理讲吼，我讲这个人才暂时请予阮台南州用一下。台南州若站起来，第一项就是语言绝对要甲用好。啊，当然咱知影吼，蒋教授的才能绝对唔是干那伫台南州尔吼，所以先借阮用一下，改天拜托吼，啊则邀请去中央。所以咱甲蒋教授佫拍一个鼓啊者，多谢大家。啊，起立，立正，敬礼。谢谢。啊，坐下。咱后一节课吼，就是讲这个各组哦、各州不啦，这个分组讨论。啊，这个